另类公益捐款助艾滋，女优乃任摸。做公益有很多方式，其中一种就是去年轰动全日本，震撼宅男界的好色救地球活动，今年卷土重来。主办单位今年特别与日本的艾滋病防治基金会合作，从前晚八点起，在东京新宿再度推出公益活动，只要捐出日币1000元以上，就可摸 AV 女优们的胸部。活动限定24小时，所得捐作艾滋基金。前晚短短4小时，就有2000多人冒着雨到现场排队摸。哦，不不不，是踊跃捐款做爱心。活动官网上则详细介绍捐款步骤。首先要出示证件，证明自己成年，接着捐钱，仔细消毒双手后才可以做公益。主办单位表示，今年活动开始前就受到国际媒体瞩目，许多人询问这种公益活动是否会走出日本到海外举办，但因国情不同恐无法成行。不过光是在日本，今年就有5597人共襄盛举，去年共募集到日币420万元，今年则是破纪录，募到日币518520元，约台币150。